新闻首先是来自嘉义县活动的消息。台湾西部海岸上盛大暑期滨海活动，2017东石溪前码头海之夏季，23号暗时，伫摇滚天团831甲偶像歌手郭书瑶、周兴哲三大偶像接力压轴翻唱了后，圆满结束。连续两礼拜四天的活动，吸引25万人次，强强滚的人潮，再次证明海之夏季是西海岸上受欢迎的滨海活动。23号海之夏季最后一天活动，摇滚天团831乐团一招牌歌曲《游嘞游嘞》东区甲开始播，空灵少女郭书瑶第一笔接力演出《你的甜蜜》，演唱《爱的抱抱》进阶，还佫甲多位粉丝玩抱抱。拥有大批粉丝的偶像歌手周兴哲，在馆长张华官介绍之下出场，两个人以爱心手艺活动引起一阵的骚动。在一片 LED 灯海当中，周兴哲演唱经典的歌曲《Let It Go》，甲爱情教会我们的事。连续两礼拜四天的活动，在璀璨的海花灯会之下圆满闭幕。一滴酒在家下下叫，真的很成功。每天这么多的游客哦，来到东石原码头哈，很多亲子团的晚上，大家都来看很棒的歌星秀哈，大家都非常高兴的哈，快快乐乐的来哈，高高兴兴的回家哈。啊，我们的节目非常的精彩，今天是最后一天哈。气候老天爷帮忙啊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很棒，831哈，还有郭书瑶哈，啊，通灵少女，还有周兴哲、Eric 阿哲啊，所以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。最后我们还有这个烟火秀啊，所以。等到最后一分钟才走，绝对不会后悔的。文化观光局长柯玉仁表示，今年因为省水的设施加大变多，以及周边趣味的游戏设施的增加，市场暗花卡斯阵容亮眼。除了每年固定来参与的民众以外，确实吸引不少第一届来体验的民众加入，也因此制造并吸引往年的佳节。最新新闻，中来新闻，张九香采访报道。